大家好，春天到了，很多植物呢活跃的生长，尤其是在二三月份这一段时间，是很多植物快速生长的一个时期。那么这个君子兰也是一样，在它快速生长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喜欢给它使用一些有机肥。那么有机肥使用了之后啊。 出于各种方面的因素呢，它会产生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它盆里面会出现这些白毛，也就是发霉了。我这一盆君子兰呢，是给它使用了一些骨粉，还有一些芝麻饼肥，现在呢，它已经出现了这个发霉的现象。 主要的原因呢，可能是给它埋的不是太深啊，这个浅埋没有埋到位，这个浅呢埋呢埋的不够深，就会滋生一些这个霉菌了。不过呢，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处理了。这个霉菌对于这个植物的危害呢，还是比较大的。我们要在它花盆里面撒上一些这个赛夫酰胺，也就是小白药，能够给它杀菌，让这盆君子兰上面长的这些霉菌呢被杀灭掉。那么对于这个植株的健康来说呢，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了。 我们打出一些这个赛夫仙丹，给它撒到这个花盆里面，然后呢，随着往后的浇水呢，这些霉菌就会被杀灭了。所以呢，啊，给它使用了这个有机肥之后，埋的不是很到位的时候呢，就容易产生这些啊霉菌了。啊，一定要注意观察这个植株的状态，如果发现一些不好的状况呢，要及时给它做处理，不要让这些霉菌侵害到这一盆君子兰。 当然，除了使用这个小粉药之外呢，还可以用这个多菌灵，把它兑水稀释之后装到喷壶里面，对着它这个霉菌的位置喷一喷，也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